好，大家好，我是投投顾文明玉。那我们先看今天台的表，现在今天台的啊，现在形成一个量价齐扬的一个大涨。那今天收盘是大涨一个两百一十七点啊。果然如同我们的预期，就是、说哈、啊，包括在从上个礼拜礼拜五哈、啊，这个盘是我们预估各位哈、啊，就是所谓的有效先蹲之后的一个后跳啊。 那毕竟，我想以在这个礼拜的一个台股啊，包括哈，就说在前天哈，前天礼拜一哈是跌了两百零九点哈，那昨天哈小谈了一个八点，延续到今天哈，又是形成比较持续性的一个创高哈。 创高哈、哦，量价齐扬大涨哈、哦，高达这个两百一十七点啊、哦。那毕竟我想针对近期这个台股，我们的规划，我想我们在哈、哦、之前上个礼拜之前就跟各位讲的很清楚，就说哈以这个波段的一个台股，毕竟哈、哦、这个头肩底的一个形态哈、哦、形态已经完成啊、哦。那现阶段哈，刚、哦、刚好就说哈、哦、在这个。 大底部的这个颈线哈、啊，颈线是落在这个八月十七号这个一五四七五哈，我目前在做一个震荡哈，哦，做一个震荡哈、啊，忽上忽下，在这边做一个震荡哈、啊。那么让短线震荡完之后哈、啊，站稳哈、啊，后续哈、啊、又依然哈，哦，就我们在之前提示各位哈、啊，你就记得很简单的这个哈一六八哈。 一一万六千八百点哈，我会是短线上哈这个盘势哈会直接上攻的一个目标区哈。那这个目标区哦，就是一六哈一六八零七哈，因为毕竟这个就是说当时哈哦这边量哦有扩大到一个快接近四千亿的一个量，那这个大量的一个高点哈，就是这个波段哈短线上哈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区。那等于说哦短线上这个在这个颈线的位置点哈。 震荡完之后，持续性哈都还会往这个哈一六八零零哈这个啊关卡哈来做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挺进啊。那重点，我想我们就是说以实物啊实战这个操作面的一个重点，我想我们每一天都跟各位强调两个操作面的重点啊。第一个重点就是说哈，哦无论如何哈，既然这个盘哦往上不变，哦那当然的话各位哈。 操作面的重点依然哦，是落在一个叫选股啊。那尤其针对选股的一个部分，我想哈，我们每天强调各位哈，我们要带各位买的个股一定是怎么样？买就买这种叫真正的这个强多个股啊。那什么叫强多个股？不管是说哈，越 日 K 棒哈，周 K 棒哈，它的二十 MA 哈，就是月均线哈，全面性站上去哈，趋势是往上哈，趋势是往上哈。我想呢，你买到一个叫做真正的强多个股哈，后续哈，各位你经常性会看到的一个结果很简单哦，不是在做一个叫做每天哈长红。 创高哦，或者哦，就是在做一个叫做锁涨停哦，天天做创高哦，收红哦，攻涨停。我讲这是哦，这个真正的这个多头个股哦，你买到这种强多个股哈，它的一个宿命啊，这是第一个重点哈。买就买这种叫真正强多个股啊。那第二个重点当的话，我们针对近期的一个操作，因为毕竟股还是哦，个股轮动速度非常非常快哈。那既然轮动快哈，一样请各位掌握住这个轮动哈。 低买高卖哈，我们一样啊，带各位哈，这唯一的策略哈，带各位低买高卖哈来执行这个叫短波段的这个价差操作哈，就是要各位有买有卖，低买高卖哈，一趟赚了再接一趟哈，一趟一趟的一个操作哈。那所以我想，我们针对这两个重点哈，尤其哈，针对啊我们的车那面重点一样哈。 你去买强空弱卖弱哈，强势个股哈，强势创多个股哈，你要去留意的一个重点。我想多头股买多头个股哈，哦，它的唯一的策略叫做什么？ 拉回啊，找买点哦哦，像毕竟会建起我们带给各位相关操作，不管像 IC 设计啊，不管像这个哦相关的这个像电动车的一些相关概念个股哈，我们绝绝对对不会带各位去做追高哈，不要去做追高，我们就把握这种强多个股哈，它的回撤哈，趁它做回撤哈，低档我们就做买进哈。 冲高之后哈，主要我看到一个叫高档爆量哈，或者是说哈卖讯产生哈，我们再来执行这个叫高卖的一个策略就好了那尤其针对一些涨多的个股，要请各位留意这个高档卖讯哈，先卖哈，高档先卖哈，拉回哈，你避开这趟拉回之后哈，低档哈，你再做一个回接哈。那反之这个空头属于到目前为止它话，维维持空头架构哈。 破月线，哈，月线趋势往下的这些空头个股，哈，你反而要去留意，哈，哦，趁它反弹，哦，反弹逢压，哦，去做到一趟叫做。 卖的一个策略，我想就是一样哈、哦，买就买这种强多个股哈、哦。那针对如果说各位你手中持股是属于一些哈、哦、空头架构的一些标的哈、哦，一样哈、哦，把握蹭反弹哈、哦，蹭反弹，我们带各位去做高卖哈、哦，我卖掉之后来做这样换股啊、哦，换到这种叫真正哈、哦、这种强势哈多头个股。 哈，那毕竟哈，什么叫多，什么叫空？哈，你要多头个股就同时符合哈，哦，短期的哈，就是日日 K 棒的它的一个多空线，哦，跟周 K 周 K 线，哈，周 K 棒的一个哈，哦，这个中期就是多空线，哦，一样是，哦，你用周，你打到这个周线，哦，二十 MA，哈，一样站上去，啊，趋势，哈。 一样要维持往上哈，同时符合这个条件的这种个股哈，才叫做真正的这种多头多头个股哈。那大华各位，你都不断听过这一句话哈，太弱换强哈。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各位哈？哦，尤其在不管盘是涨、盘是跌、盘是在做整理哈，尤其就是说会涨的个股哈，当然的话。 一定是这种叫强多个股哈哦，符合我们带给各位这种条件的这些个股哈、哦。那毕竟哦，弱势个股哦，你就是要去做一趟汰换哦，趁反弹哦，你把它做一趟汰换哦，然后买到这种叫真正强多个股哈、哦。那强多个股當的话，也也不要去做追高哈、哦，就趁它做一个回撤哈、哦。 低阶哈，早买一点哈，强者恒强哈，一样老话一句哈、哦，买就买，就是要真正哈抢多个股。那尤其像今天整个一个盘面当中，我想最强势的大概是哦落在两个族群哈、哦，包括哈、哦、一些原来哈哦在上礼拜这样子哦创高之后拉回的这个哈、哦、相关的一些资金避风港的一个一些相关生计的一些个股哈、哦，那甚至就是说哦，我想在近期最夯的一样是我们在近期带各位哈、哦、是这个这个聚焦的一个一个族群。 叫什么？哦，半导体的 IC 设计哈，那尤其像近期很夯的这个哈，叫做哦这个谈话哈、哦，这个聊天的这个机器人的一些相关哈、哦、AI 的一些个股哈、哦，不管是说哈、哦、像三四四三的这个哈、哦，像这个创意哈，创、哦、意哈、哦，今天。 锁住涨停哦，股价一样创它的历史新高哦。大盘跌六千多点之后，这样弹上来，大概弹了快超到今天刚好三千点哦。弹回来一半哦。那问题是说哈，哦这个这个创意哦，它已经在做一个叫改写历史新高哦。六六四三哦，像这个一样，细致彩的 M 三十一哈，一样今天是改写这个历史新高哦，创历史新高啊。 三六六一哈，四星 KY 哦，这个细制材的一些个股，我讲一样哦，就是说针对相关 IC 设计的这些标的哈、哦，我们一样强调各位哈、哦，你这个族群的这些个股哈、哦，一定无论如何要纳、啊、入哈、哦，各位哈、哦，你这个投资组合当中哈、哦，半也就是说半导体 IC 设计的哈、哦，有关你这个相关这些细裁材的这些个股哈。哦 哦，四星 K Y 今天已经进入到千元哈，大家相关哈，最高已经来到这个一千零一十块钱哈、哦，进入到千金股哦，我想这是相关哈，哦，谈聊天这个机器人的一些相关概念个股哈、哦，那毕竟哦，就是说针对哦，就是说这是 IC 设计哈、哦，那另外一个主体是针对哈、哦、这个相关哈、哦，就是说这个，哎，就说是说。 生气的一个部分哈，像生气做这个医药代工的这个项目，这个宝瑞的部分哈，昨天涨停哦，今天继续涨停哦，连续两天做一个涨停创高哦，一七九五的美食赶快哈，美食美食昨天哈，昨天是昨天刚涨停哈，今天是做量继续的一个创高哈，我今天做量继续创高。 电脑断断掉。那、啊、那我们就先先先看回来这个哈，就说哈，针对就是说哈，相关的这些生计的哈，这些概念个股哈，包括哈，我想哈，就说不管是说代工的哈，这个这个好像宝瑞的一个部分哈，连续两天攻涨停哦，哇，这是强多个股哈。 依然哈维持，这叫强势哈。这个是我们不断每天能够做强调，为什么哈？带各位买进的个股一定要符合哈、啊，买就买这种叫真正哈多头哈、啊、强多的这些个股哈、啊，不是在做一个叫屡创新高哈、啊，就是在做一个叫锁涨停哈、啊。那大家如果说各位哈、啊，包括像 IC 设计，包括像这个哈、啊、这些相关这些生计的这些强强多个股，如果说你一路我、啊、都错过的话哈、啊，那毕竟我想 IC 设计，我想还有现阶段还有一头啦。 苦的这些哈，目前落在这个低位区哈，底部刚刚好底底大底部形成的这些标的，我想这个一样哈，都是各位哈密切哈，你务必要去做，让好好跟进的一些相关概念个股哈。那像刚刚我们跟各位分享这个像这个生气哈、宝瑞哈、美食，我想这些个股一样哈，全面都已经涨上涨上去了哈。那至于还有没有哪一些哈？ 一样符合这些相关条件的这些个股、哦、一样我、哦、老实说，我们也陆陆续续哈、哦、都会把它纳到纳入我们这个投资组合当中、哦、那一样老话一句、哦、希望各位哈、哦、务必哈、哦、还是要哈、哦、去做到一趟哈、哦，密切的跟上哈、哦。那毕竟针对这两个主线的这些相关个股，我想各位你一一定哈、哦、也一样发现哈哦,哦，都符合一个条件呢，就是说这些标的哈、哦、都是如同我们在之前哈、哦。 报，就说过年封关之前，我们提示各位可以去做报股。过年的这些个股的这个相关条件哈、啊，这总共这三个条件哈、啊。第一个哈、啊，基本面的一个状况哈、啊，维持这个绩优，我没有去做任何改变哈、啊。像刚刚这个哈、啊，像这个宝瑞哈、啊，它它今年度哈、啊、七月就说第三季的这个哈、啊、这个获利哈、啊、，EPS 都已经来到七块多哈、啊。 一年哈，一年的一个哈，预预预计大概一年的一个获利哈，都超过一个股本之上哈。那相对应比去年哈，去年年增利哈都是超过一倍哈。哦，不管营收，不管获利哈，都是一样超过一倍哈。美食的部分一样是如此哈。那甚至一些相关哈，不管是说哈，像这个哦一样做代工的，像这个哈，像这个哦这个。 红海哈，这个这个家族转投入这个六五八九的这个哈，哦一样哈，这这些个股一样都可以，请各位哈去做大量好好的一个一个 follow 哈、嗯。那相对来讲，我们在正在近期的一个操作，我们看一下哈。我刚刚我们跟各位提示，我们就是说第一第一个重点一定要基本面维持绩优哈，第二个重点就是说哈，哦这个。 外资三大法人哈法人大户哈要形成一个叫连续性的一个买超哈，那目前这个位接哈位阶要落在哈这个叫相对低位接我想这个前面去符合这三个条件的这些个股才我老是我来说我们在近期哈持续性带进各位的一些相关个股哈，包括哈我想我们在上个礼拜哈电力百拜喜哈。 礼拜四我们带进这档 IC 设计的这像三五八八的通家哈，那通家我们一样就是说哈、哦，这个落在这个低位接低机，其实毋庸置疑哈、哦，这个哈、哦、全面性哈、哦、都是刚好哈、哦。 第二只脚完成哈，现阶段哈刚刚好要突破我这个颈线而已。目这这几天我们卖掉之后又一样哦，打下来之后哈，这个哦颈线还是这样做失守，因为毕竟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做消化哈，消化这个不管是说前坡套牢的一个压力哈，或者是说哦近期跟着我们去做买进的人哈。 涨上去哈，这个卖压哈，等于说获利卖压哈，你要做有一点点时间去做消化哈。那毕竟针对通交，我我想哈，以上个股哈，之前这样一修正拉回哈，拉回七十五趴哈，好像刚,刚各位你也看到一些强多个股哈，都已经在改写这个历史新高，都已经在做个创高哈。那这种底部哈，非常非常底部的这种个股，毕竟哈，你买到这种个股哈。 风险有限啊，利润是无限啊，利润是无限啊。只要说它后续啊基本面的一个实际上状况哈跟得上来啊，那包括通家哈，DN 百百喜哈，上个礼拜四买进哈，我们在二月二号十一点四十分哈，电联管理 IC 哈三五八八的这个通家，我们用四价做买进哈，当天是现买现赚那个两帕多哈。 哦，几能趴哇！哦，到礼拜五这一天，哈，亮灯锁住涨停，等于说你礼拜四买进，哦，礼拜五字字烧烧，哈，哦，赚的是哦一根扎扎实实的一根涨停板哦，哦，这个短短两天，这个价差就已经十几趴哈，那延续到这个礼拜哈，哦，因为这个嘛哈，通家这种个股哈，一样是全面性符合哈，买就买，这种叫真正多头个股哈，多头股，哦，各位看得很清楚哈，月均线是这一条啊，月均线已经站上去。 趋势是往上，哦，这是我们叫做短期的哈日 K 棒哈，哦符合这个条件哈，站上月均线哈，月均线趋势往上，连中期哈，中期哈周 K 线哈，周 K 线二十周哈，二十 MA 哈，二十 MA 哈一样哈，在五十六块九哈，哦，在大概56 9, 大概在五十六块九哈，一样哈，哦这一条这一条金线哈本来是下弯的哈，现在已经走平，正式刚刚好做翻阳。 哦，这是同时虎，我们带给各位哈，强调的这个叫哦，真正多头个股的这个哈，它的一个条件啊，啊，这个空通家的部分哈。那相对，我想哦，我们就说针对哈，在前天哈，礼拜四买，礼拜五涨停哈，到前天哈，第三天哈，前天它形成一个叫创高哈，创高来到这个七十块半哈。那我老师，我们在当天九点三三分哈，高点三三分哈，哦，它创高七十块半哈。 量增过大，我们是采一个叫四下获利做卖出哦，四下获利做卖出哦。为什么要卖？我想这个哈，你知道长期的我们的忠实观众朋友，你一定都知道哈。我们一样哈，底部个股哈反弹哦，爆量哈，爆量的话我们会特别特别去做留意哈，因为毕竟哈，如果说你这个爆量就是这是个很突兀的一个叫突兀量哈，哦，像这个通家到，哈，这个礼拜前天礼拜一哈。 量爆到一万三千多张，平常的话大概是两千两三千张哈、哦，一下子爆到一万三千多张，我想子就都是已经反应哈，不管解套卖也好的已经卖出来哈、哦，这一趟你买的人哈、哦，获利卖呀都已经卖出来哈、哦，啊、所以说我想哈、哦，针对通家的部分哈、哦，我们在礼拜一前天哈、哦，趁它做创高哈、哦，我们去执行哈、哦、这个获利的一个出场哈、哦，那获利出场不打紧哈、哦，其实魏老师我们在前天哈、哦，一样在。 哦，这个十点五十六分哦，我们哦那时候都还是红彤彤的哈。你至至少少哈，我们就说在十点五十六分，我们在 Telegram 都还特别跟各位分享哈，我们已经做那获利出场哈。那如果说你有跟上我们脚步做买进的投资朋友们哈，一样哈，你在那一天我们十点五十六分哈，告诉各位提示各位，我们已经卖出之后你去卖哈。 至少少七十块钱以上哈，七十块三，七十块四哈，你都依然哈都可以轻松去做上出厂哈。那问题，如果说你不卖没卖哈，当天哈本来涨一块六到收盘哈，剩下涨一毛哈，差了一块半哈。到昨天哦，昨天拉回一块二啊，今天继续拉回啊，大盘大涨两百多点啊，跟它又有什么关系啊？我想这个是很很清楚的提示各位哈。那重点啊。 我们低档做买进高卖之后啊，连续三天做拉回啊，这拉回又会是各位哈下一趟的一个机会点。如果说各位哈这些轮动个股一档赚了再接档，你都一路都没有跟上的话，我想没有关系哈，毕竟哈我们不会带各位去做追高，我们一样哈趁这样这种都已经创高的个股哈回撤，我们再带,带各位哈去留意这个叫回撤的一个买点就 OK 哈，通家的部分哈。 那你要包括我们在昨天跟各位分享哈、啊，就是、说我们在昨天的针对这档哈、啊，这个前天的哈三六八零的这个加灯，我们在礼拜五一带进了一档个股啊，这档标的一样啊。 哦，半导体设备的哈、哦、前波创高来到三百零四，哦，一样是高档爆量啊、哦，爆量之后就是做回撤啊、哦，回撤到这个上弯的月均线，哦，这是个很标准的一个回撤买点啊、哦，买讯出现在两百八十块钱啊，八十块钱啊、哦，那礼拜一这一天哦，收在这个两百八十五块钱哦，拜一刚哦，大盘跌了两百多点哦，它一样是逆势收红哦，逆势收红啊，哦，我们带进我们的会员啊。哦 二月六号，我们在九点二四分哈，我们挂平盘哈，平盘二八四点，我们去做买进哈，买进去之后，当天是小赚哈，到昨天哈，昨天加灯哈涨了七块钱哈。 股价做创高，延续到今天哈、哦，继续就涨了这个两块半。我想短短哈、哦，礼拜一做满进到今天，这个价差已经来到十块钱哈、哦。哦，不用多哈，一张你就赚一万啊，十张就赚十万啊、哦，一样哈、哦。持续性往这个前坡这个高点哈、哦，三百零四块钱哈、哦，这个大量高点压力哈、哦，去做量持续性挺进哈、哦。那等来到这个压力区一样，我们是老话一句哈、哦，希望各位哈、哦。 低档会买，一样高档哦，要留意做卖卖的一个动作。那如果说后续哦有带出这个供给量的哈，小量去克服这个大量的一个结果哈，那的话那个转强点哦，又会是另外一波这个哈买进的一个买点我想这个部分一样哈，我们都我们会在盘中做一个密切的一个观察哈哦，到底哪一些个股哈哦该买该卖啊，后续甚至该加做加码哈，转强的一个加码。我想我想全面性哈。 都会在我们这个盘中哈、哦，第一时间呢、哦，给我们所有会员们做一个直接的一个告知。不好意思，那再来，我想针对加灯的部分呢、哦，买点在这边哦，那么把被子跨哈，我想到今天这个价差已经超过十块钱哦，超过十块钱哈、哦，基本面机油哈，没有去做任何改变啊、哦，加灯啊、哦，那我们在昨天还特别针对这一档，我们在新中开阳盘哈，第一天我们带进了这个哈、哦。 台办啊，哦，一样是电动车二一体的台办啊，连续三天连三红哦，哦，这个开放盘第一天买进啊，到第三天哦连三红，我们去做获利出场啊，好，我想我们这个会员讯息也全部给各位做分享啊，一月三十号九点零三分哈，我们私下做买进哦，那是开开放盘第一天啊，第三天啊，二月一号十一点四四分哈。 哦，这个卖压已经出来，我们就执行这个哈，我们在八十九块六哈，八九块六哈，哦，去执行哈，获利的一个出场啊，这一趟价差哈，大概十几趴哈，才归趴哈，卖完之后呢，啪啪啪，连续三天做拉回，哦，连续做三天做拉回哈，然后到昨天哈，昨天一样哈，或者说我们在昨天九点二十九分哈，我们又试下又把它买回来哦，昨天几乎买在最低点。 收盘是收在昨昨天的这个最高点啊、哦，延续到今天继续涨啊、哦。我想操作面如果说各位哈、哦，你不断针对这些轮动个股哈，低买高卖，低买高卖哈，会把各位获利的一个效率哈、哦，拉到一个叫极大化的一个效果啊。哦 排办的一部分哈、哦，那我们在今天有特别针对一档个股，我想这样标的，我们就是说针对基本面相关的一些哈、哦哦、讯息哈、哦，我们全面性在我们这个 t e l e g r n、哦、给我们说好，帮我们做直接分享哈、哦哦。这一档做电子商务的这个六七四亿的这个九一 APP 我想这一样是一个很标准哈、哦，非常当非常底部的一档标的哈、哦，因为毕竟哈、哦，它从前年哈、哦、前年股价哈、哦，大概一修正超过八十趴哈。哦 哦，超过八十帕的一档个股哈、哦，非常非常低低吸起底部的一档个股哈、哦，外资都连续做买超的一档标的哈、哦。那配合他现在买点需要承接是一百零八块半哈、哦，一零八点五哈。那我们也代替我们的会员哦。那等于说今天收盘哈、哦，收盘涨四块哦，t 四块哈、哦，月线站上去，趋势。 往上啊，刚刚好恢复多头的一档个股。啊，当然哈，我们说非常非常低低低位一些、啊、底部的一些个股，一样，请各位哈、啊、密切哈、啊，好好的跟上脚步哈、啊。九一、e、A P P 的部分哈、啊，我们在早上哈、啊、也针对一些包括基本面、技术面哈、啊、筹码面的一些相关问题哈、啊，都在我们这个 t e l e o r a m 哈、啊、给各位做上直接的一个分享哈、啊。毕竟这档个股哈、啊，后续不管是说哈、啊。 发这个六千块的一个哈、哦、呃这个这个哈、哦、退税哈、哦，呃这个红包哈、哦、一样哈、哦，好相关这些电子商务哈、哦、电子电商哈、哦、都哈、哦，尤其说近期从这个两年多之前哈、哦、这个疫情哈、哦、不断做延烧哈、哦，那当然话相关这些哈、哦，就是说。 针对这些电商的这些个股哈、哦，表现得非常非常靓丽哈、哦，像富邦美这些个股哈、哦，一样哈、哦，像富邦美的部分哈，哦,哦，今天是做回撤哈，八四五四的富邦美哈、哦，今天刚好是回撤到这个上万这个月均线哦，一样都是我们很不错很不错、哦，你不要去做追高，把握回撤买点的一个哈、哦、一个买法哦哦，你可以去看一下线图，因为刚刚这个电脑当掉哈，哦,哦，你就自己打一下线图，这个八四哦八四五四的富邦美一样哈，价。 价格比较高一点哦、喔，那问题我想哦，获利为先哦、喔，我们买股票就是为了获利哈、喔。那等于说这样哈，沪邦美这样标的一样哦哦，前坡创高之后有做回撤哈，回撤到上完月经线刚好挡住，这又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哈、喔、回撤的一个买法哦、喔。那当然花近期我们带给各位这些个股哈、喔，像电动车的一些相关的标的哈、喔，德伟哦，从封关前哦、喔、买点曾在一六六我们带进哦，一路哦、喔。 买进啊！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彪悍的一档个股啊，一涨涨了七十九7七十九块钱啊。我们在二月三号哈，上个礼拜礼拜五哈，哦，两百四十五块钱，我们先做一趟获利哈，先做一趟卖出哈，先做获利啊。这趟价差哈，从新中康盘之来之后哈，康盘第一天涨停。 哦、第三天涨停，哈、哦，沙钢矿的能机掉停，哈、哦，后续哈、哦，当然又又又稍微量出大一点，哈、哦，我们先把它执行这个获利落袋，哈、哦，获利落袋，哈、哦，这一趟价差，哈、哦，七十九块，哈、哦，一张你就赚了快八万，哈、哦，十张就赚赚了快八十万，哈、哦，基本面、技术面全面符合我们的这个，哈，全面性多头的一档个股，哈、哦，那台判就不再做赘述，哈、哦，我们到目前已经操作第二趟，哈、哦，啊、哦，一买一卖。 卖完之后拉回哦，再买哦。这两天又是涨啊、哦，排半啊，哦，那那就相关裕隆汽车，我讲这个已经回撤哈、哦，第四天第五天哈、哦，这个已经快接近哈、哦、回撤的一个买点，即将做一个弧线，各位你都可都可以留意哈、哦。顺德哈、哦，昨天涨一块，今天又涨三块，我讲这些很标准哈、哦，这底部冲上来哈、哦，连续三天做拉回哈、哦，又是各位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哈、哦、回撤买点的一档个股啊，连续两天都收红啊、哦。 哦，顶顶这个是这两天做压回哈，都小跌哈。往这个已经进入到三角形整理的尾端的一档个股，一样都可以，请各位哈，针对这些标的哈，我们强调哈，不追高，我就把握它的一个回撤啊，把握它的回撤哈。那针对近期，我想哈，操作面就是要有买有卖哈。包括我们像爆股过年的是个像八冠哈，买点在一一八点五哈，爆股过年哈，前两天买哈，新龙钢盘之后礼拜三涨停，我们礼礼拜四卖掉哈，卖掉为什么卖啊？ 一样都创高爆量哈，这一档价差哈，块钱的二十块钱哈，有买有卖哈。爱普哈，看、哦、这我这我一样是我们报股过年的一档个股哈，今天光到涨停哈。哦，这五天哈，上个礼拜哈，五天哈，连五红哈，六十块钱的价差哈，我们已经在礼拜五卖掉。那毕竟哦，今天这根涨停算是少赚哈。那你少赚自是少少哈。过完年到目前已经哦，又多了六十几块钱的一个获利价差哈，爱普的部分啊啊。哦 德伟啊、哦，这个都一样啊。台办的部分都是如此啊。好、哦，那當然的话我们再进行像哦这个励志的部分港块啊，励、哦、志哦，我想在哦像今天哦这个买点又又又做让产生哦，我们在以往一样哈，哦低买高卖哈、哦，在这个上个礼拜礼拜四做卖掉哦，这档价差四十块钱啊，哦现在买点又出现，回色买点又出现哦，宏达电港块哦，低档买哦，上个礼拜二买进，礼拜四涨停。 礼拜五卖掉，我想这个都是我们会员，我们会员持股总共就三档到五档，哈，都是一样。 低买高卖，有买有卖啊、哦。那毕竟如果说近期这些好的这些个股，我想各位你都一路错过的话哈，我们在前天时兴都有提供给各位这个买一送一再加一哈，一个非常非常超值的一个优惠的活动哈。那这个活动一样，请各位哈加入会员哈，就附赠我们这套快打部队的操本软体哈，一样请各位哈好好做个密切哈哦一个一个把握哦。那祝各位每天操作顺利，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你想赚钱吗？订阅理财周刊频道，十八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从每天早上十点半到晚上十点，每三十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你还在等什么？下一个富豪就是你。